呀，干啥呢？不，你想说啥来的？不都说了吗？妈妈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。我今天呢，我那个店儿兑出去了吗？然后那个，太忙了。然后我生日我都忘了，都忘了。然后那个，我快要回家的时候，我妈说：“大闺女，大闺女啊，今天啥日子你忘了？”我说：“啥日子不知道了，妈忘了。”妈，今天我大闺女过生日了，你爸给你煮鸡蛋呢。我说我不等了，我说我太乏了，我说回家了，我睡觉。然后我大闺女啊，就那个妈妈妈妈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我说干啥干啥呀？她跑屋去了，她跑屋去了，跑屋去，她把这鸡蛋给我端出来了。她妈妈生日快乐。有游戏。你们能理解吗？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，我最开心的时候。这是我的吉利数字。我妈我爸都知道我吉利数字就是六跟八。完我大闺女说妈妈呀那过生日得有蛋糕啊。那没有蛋糕咋办呢我给你买。我说不用了因为这个点我说蛋糕店都关门了。然后我大儿子跟我说啥妈妈妈妈以后我长大了我要挣钱。我说干啥我要给你买个大蛋糕。哎呀啊当时啊就眼泪都要出来了。然后我说大闺女。你知道妈妈最幸福的时候什么吗？妈妈最幸福的时候是天天跟大闺女的儿子待着。对，我大闺女还感冒呢，快好了，这两天好多了哈。嗯。妈妈最幸福的时候什么呀？来，你说。我想陪你。啊？我想陪你。对，这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我说啥都不用。啥都不用，我说这个就够了，你俩陪我就够了。然后我大闺女跟我说，跟我说啥来着？啊，妈妈妈，你骗我，过生日必须得吃蛋糕，那为啥你跟我俩都买呢？我说你俩吃就行了。我说你俩过生日，妈妈必须给买蛋糕。我说妈妈无所谓，我说有你俩陪我就开心，特开心，快乐快乐，妈妈好幸福，妈妈好幸福，让我大哥想大儿陪妈妈。妈妈就幸福，行了，生日快乐了，老铁们，拜拜，我们睡觉了，睡觉了。